王菲菲、高瀚宇、李三线线、李承铉，也请承铉到我们中间来。哇，非常壮观的一个表演啊！刚刚我们韩哥的康康队给大家带了那么多的红包，而我们果果队呢，给大家带了苹果全家桶，还有美丽大礼包。现在呢，我们要请承铉给我们带来很多男生心仪的福利了，新年快乐！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！